学校的校长，我们可以拍他一下吗？校长未来，我们学校的校长，我们台大的教授，台湾教育学会的理事长，还有以及我们中央大学的教授，中央大学太空中心的主任，可以继续来接棒。我们中央大学教育研究中心，我主任周天宇，带着所有的一级主管，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世界做一点的小小的力量，同时也庆祝我们20周年。好，开始了。对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团长，团长。